谁会先知道可能会有多少，吃掉一半的自己然后互相撞击，没想到更好，我有双份的我，欣赏你赞美我，挑战你解决我，教授中看到真正的我，爱让我替你在这里用自己去爱人，搞定想要的东西，有一半你经常理，准备随时能独立，不贪心不委屈，用超每一个遭遇都跟自己有关系，道理这么说，人要学着独立，没那么故意，但是我要亲身经历，越刺激越好，当我和你一起，欣赏你赞美我，挑战你解决我，你换手什么都有不同，爱让我聪明的独立，用自己去爱人，搞定想要的东西，有一半你经常理，准备随时的独立，不贪心不委屈，勇闯每一个遭遇都跟自己有关系，就快做到，而且一步去爱人，搞定想要的东西，有一半你进城里，准备随时能独立，不贪心不委屈，勇闯每一个遭遇都跟自己有关，爱让我聪明的独立，用自己去爱人，搞定想要的东西，有一半你进城里，准备随时能独立，不贪心不委屈，勇闯每一个遭遇都跟自己有关系，那可能就快做到，而下一步是跟自己比较